点一首歌，今日点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咱家己的单小姐，要点一首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。是，这首歌对她来说蛮有意义的。是，她跟她老公呢，本来是在台北工作打拼，但是因为公婆身体不舒服的关系，然后他们就在家里面一边照顾公婆，一边开小咖啡厅，过着乐活慢活的生活。那她说他们全家呢都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，所以她想要点这一首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，送给她的公婆，也送给他们全家人。是，今日由我甲佑兴来到阵唱一首歌，送予陈小姐家己厝内底每一个人听哦。希望你会当足幸福过每一天。生命中的每一天，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让我用生命中最亮亮的歌声来陪伴你，让我将心中最温柔时候，让我珍惜着你，陪你在每一天。
心情建议对于赞美